大爱感恩科技环保教育绘本，主题城市矿产。想想看，大爱感恩科技的环保再生产品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呢？是棉花、汽油，还是用动物皮革？有经过染色、添加化学物质、使用大量的水吗？大爱感恩环保织品都是由废弃宝特瓶回收再制而成。每件环保织品附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生产履历，微纺织业首创，让请购者了解环保再生产品制成，同时扫描 QR Code 感受背后故事与满满的爱。您知不知道如何把废弃宝特瓶回收再制成环保织品呢？首先，将分类废弃的回收宝特瓶制成瓶砖，切成瓶片，透过物理法加热融为脂粒，制成环保大爱纱、环保布料，最后制成各类环保再生用品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废弃宝特瓶是由谁回收而来的呢？是由一群环保菩萨回收，用心拆解、分类，成为城市中赋予感动与大爱的矿产，真正落实清净在源头。透过大爱感恩科技与众人的力量，将废弃宝特瓶变身可用的城市矿产，达到真正的环保精致化，把原本无用的资源变成可再次使用的资源，减少资源开发与环境破坏，爱护地球不分你我，落实环保从你我做起。首先减少垃圾，从自备环保餐具及环保购物袋做起，多吃蔬菜少吃肉，可减少碳排放量，少开车多搭大众交通工具也是环保的一种。大爱感恩科技环保绘本四大主题之一，城市矿产与您分享。